大家好，我是王师。大家好，我是王师傅。大家好，我是毛毛。今天我们是一期特别的企划。今天是 Bilibili World 的第一天。对，就那个 B 站给我发了一个邀请，让我去现场。然后我已经准备好了，你呢？然后我就这样去呗。就不行，就是去漫展一定要穿成 cosplay 的样子。去漫展一定要穿成二次元的样子。是的。今天我要切身的体验一下二次元什么样子的。我是一个非常不二次元的人，我平时也不怎么看动漫。我最近看了一部动画叫《一拳超人》，我还看了《灌篮高手》，还有《海贼王》。那你今天想出什么呢？我是不是就是动漫界的民工啊？我今天想出《一拳超人》。想出《一拳超人》，我给你准备了。因为我从来没有进行过这种二次元的事情，所以我现在的心情还是非常忐忑的。我给你准备了《一拳超人》的衣服，你试一下。好，我们试一下。我是在 cosplay 李小龙吗？后面能不能拉上？这个好屌啊！那你不要拉他了。有没有 BGM 啊？我需要一下那个 BGM。我操！裤子换。那你今天怎么穿这个去漫展呢？我们还有准备别的吗？有，跟我这个一样。跟你这个一样，那我试一下跟你这个一样的吧。这个其实蛮好的，一会儿看情况，有机会还是可以考虑穿一下。这套真的很棒啊！这个叫死亡细胞，对吧？这叫工作细胞。不是死亡细胞，因为这个是讲一个，就是讲身体里的各种细胞对抗病毒的故事。我就看了一集嘛，然后觉得它的整体感觉比较都很萌，对不对？幼稚一点。这种算是少女漫吗？不是啊，我觉得是全年龄向的呀。啊，全年龄向的就是少年少女。对啊，以后我就要给我们家儿子看。对，我要看成人向。你觉得我出的这个可爱吗？我觉得你没有我萌。不信你让观众说谁比较萌。我希望后期在我头上批几个萌啊。一二，你是尿频吗？我是肾虚。好，我们出发。我们是 B 站特邀 coser， 我一天200块钱，不包晚上，不包夜。我要挡住世界的眼光，这样应该没有人能认出我吧？你跟我走前面好吗？好的，那我走你边上，我保护你啊。那你跟着我，那你拉紧我，你不要往小巷子走，我们走大路。我有种非常想找个地方躲起来的感觉。你让我躲在你后面，你的。那你拉着我，你拉着我的包包。你可以拉着我的包包，你跟着我，你不要走丢了。你看我们 cos 的那个就在那里。不好意思，你不要。不好意思，问一下您是剧的王师傅吗？我不是，你不认识我。能不能给我签个名？谢谢。好，你可以动手吗？我以为你认错了，你认错了。这是导演吗 ？OK。我们其实不是想和王师傅，我们想和血小板，真的是血小板。本来都是人家看到我的大胡子，以为就认出我来了。今天是这样的，就是他看到有一个扮相很恶心的 cosplay， 然后又瞄了一眼，发现哎，这是王师傅，差不多就是这个剧情。王师傅，你好。哎，拍个照。好的。你是王师傅？我不是，已经脱。你是王师傅吗？我是的，是的。是啊，带助理出来玩啊。我今天来体验二次元。我在选。干嘛？关我什么事啊？我买一个这个。我不要。我去。哇
为什么一好就很丧啊？因为我今天逛了一圈漫展回来，我特别累。你觉得不好玩吗？我没玩啥，我净拍照了。我们又不能去玩啥，每个东西排队都要排很久，要合影要排很久，然后我就变成了那个动物园里面的星星他们就疯狂的围观我，然后我被围观了两个小时后我回来了。对，我觉得就漫展这个东西呢，对于我来说没有什么，没有那么多共鸣吧，因为我平时看这个看的少嘛，没什么时间看。对，因为要辛苦的工作，因为每天要直播，每天要直播，我好累。我小小年纪就承受了不该属于这个年龄的帅气，我都活在那个十年前的动漫世界里，就是四驱战士在行动，驾着勇敢的赛车，这是十年前的吗？机会冠军的征程，快快快，冲冲冲，求求你别唱了那我们这次在漫展上面一共抽了十个盲盒，然后初音的盲盒是120块钱抽一个，费特的盲盒是200块钱抽一个。首先我们初音最贵的一个是初音的 F103 号 Figma， 价值300块钱，感觉血赚。这个是初音的1039号粘土人，这个价格大概是200块钱左右，220左右。这个应该属于精品是吧？它的价格差不多是100左右。然后接下来的是 Fate 里面的，首先我们要介绍的是，你看这四个是一样的，那我们就先来介绍这个。这个呢虽然它很大，但是它其实是一个D级精品，它可能价格在100块钱到200块钱不等，它是一个价格不稳定的产品，就是你说价格不稳定，就是说你很难，其实你是很难买到它的。这个是 Fate 里面抽到的最好的，这个是 C 级产品，然后它的价格差不多是400块钱，400多块钱，花了200块钱抽到了四个400块钱的，是不是觉得血赚？那我觉得是这样的，就是手办这种类型的东西，就魔玩这种类型的东西嘛，就是它的价值其实不是用金钱来体现的，而是在于你喜不喜欢它。是的，如果你喜欢它，它就是无价的。像我就觉得这种东西全送水友就完事儿了，就没什么感觉。可是我喜欢啊。就这种东西的价格其实也不能用实际的金钱来表达出来嘛。那就把这四个送水友，把这三个送水友，我留一个，另外三个就送水友吧，反正是白赚的。然后我们把多下来的小部件都送水友。那这些都是你们的，那我们怎么抽到时候定了。那你今天开心吗？我今天开心。